我真的服了，拉了个出来一个桌上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明天直播哎。我知道啊，庆功宴是吧？对，播的好不好先庆一下功喽。庆功宴不都是事后吗？那现在来也来得及嘛。那你也没有必要拿着摄像头一直对着我吧。今天的目的就是看见你把灯喝掉了。呀，哥。给。给吧。那不是。没事，我们一把喝一半也行。五度，你再跟我开玩笑，没有口水能不行？再来，我来给你对个超好喝的炸弹，青梅酒，就这个，青梅气泡果酒，青梅打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有没有听过抖音上那个阿丽呀？哥喝了三斤半还是想你啊？小森呐，姐喝了两斤半还是最喜欢你啊？这个酒真的很好闻，是我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酒，又便宜又好喝，可以当口粮酒，真的哎。这个开瓶的声音真的好好听，喜欢吗？给你开一晚上。你们国外的没有人说你养鱼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能喝多少？两斤。放屁！我是山东的呢。我再来。你在吃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走。尝一下，你尝一下这个东西，真的好好喝吗？我看一首夏威夷海边，然后